马来西亚鬼椒面，现在没有货了，要等下个礼拜，下个星期就有了。两天必吃一次。炒米粉，哎呦，you
是相加的让肠，现在有活动啊，多送一根，到手四根，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烤一下就行，可好吃了，脆皮啊，它这个肠衣烤的就很脆，里面这个粉条很糯，糯糯的，蘸点小料汁儿。碗太高了，嗯，刚刚烤好，好烫。倒点酱汁儿。